大家好，我是 C2C 义工团的 Anita， 身边很荣幸邀请到今次主办单位香港幼苗环保协会的淑梅姐，就接受我们访问。没错，想请问一下，不如介绍一下香港幼苗环保协会究竟做些什么工作。一听个名字就知道跟细蚊仔有关，跟环保有关。其实希望小朋友在我们这个会的带领底下，就能够有一个绿色的思想，令到我们的下一代是更加懂得去爱这个地球。其实我们希望就是他们懂得分类一些废物，懂得去珍惜用水用电，还有珍惜食物等等的。所以我们的活动都会带他们去看看一些堆填区，又或者看一些环保的餐盒，希望可以就这些的环保意识是深入他们心里面的。很有意义的工作，因为其实环保这件事应该由小小开始教育的。另外都很荣幸邀请了我们C2 派出两位会员就做司仪的，就是 Carol 和 Abby 啦，不如都评价一下，俾啲意见我哋啊！哇，好辛苦啊！因为呢啲嘅活动咧，其实咧就系好多好多环节，同每一个环节咧都要即系出嚟嘅吓，咁啊其实真系几辛苦下嘅，净系见佢哋着住高踭鞋踩上踩落咧，就已经觉得真系有少少心痛噶吓。咁但系佢哋真系好好，由头到尾咧都系咁有嗰个 energy 啊，咁有力量啊！因为好多时咧，我见到好多嗰啲嘅司仪咧。他们开场的时候呢，哇，真是神采飞扬，到尾的时候呢就变成了谢先生和谢小姐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两位的司仪美少女呢，是真的值得即系俾个手指功俾佢嘅，非常之好。同埋好多时都要执生啦，小朋友未出嚟嘅时候咧，佢哋话啊，我哋要俾多啲掌声佢啊，我哋又要表演埋魔术添嘅吓。咁所以咧，真系啊，百般武艺全部都拎晒出嚟，真系非常之好。不过今次嘅活动咧，就有好多小朋友觉得司仪咧，自然就会因为小朋友咧而变得好兴奋同埋好开心嘅。系啦，咁咧最后咧都想访问一下啦，你都身体力行咁支持好多义工的活动啦，咁不如都呼吁一下，叫多人参加义工活动啦。系啊，其实咧，我哋呢个香港幼苗环保协会咧，都系欢迎各位朋友啊，能够参加加入我哋，即系成为其中一位嘅义工嘅。咁其实咧，做义工真系好多好多嘅机会嘅。我哋呢个系其中之一啦。咁其他嘅机会咧，大家去发掘啦。因为做咗义工之后，你会发觉这个世界原来真的很好开心的。你发觉有人呢是因为你做了少少嘢而感觉到开心的时候，你发觉自己好像更有能量咁样的。所以快啲加入这个义工的行列。我都希望第时我哋 C2 可以参加多啲你的义工活动啦。好，多谢晒你。多位啊。多谢晒接受你访问。好。